烦不烦啊？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是这样子的，妈妈的简讯有时候可以真的很烦，认真烦。你不信，我们一起看下去。我叫淮安，是来自国外的留学生，现在一人在国外念书，已经有段日子没回家了。哎呦，烦死了！不要再叫了啦！快知道了，快知道了！哎呦，不要再叫了啦！哦，对了，书包还有什么？水瓶啊，还有什么？烦死了！不要再叫了啦！哎呦，烦啊！不要现在打哎！快知道了，快知道了！打手游输掉，因为通来电，够不够烦？其实还有更烦人的。手机掉马桶，因为妈妈的来电。妈，你还真会选时间啊！这个报告什么时候要交啊？下星期三下午前。这个太贵了，根本付不起啊！你能不能只做 PPT 就好啊？我还有上班呢。我先去处理他问题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报告什么时候要交？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？肚子好饿。还要上班呢。这个报告什么时候要结束？烦不烦啊？一直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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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传简讯啦！妈，对不起。妈，等下记得帮我开门。